晚上好，好奇怪呀、大家晚上好，我今天是漂亮的人，这个眼睛很深邃哦。戴星，对呀、我跟你们分享，这是我等了半年的隐形眼镜，结果这次我应该不会太常戴它。就是呢，我等了半年嘛，然后呢，我买了订了两副，就半年来了一副而已。不过就是那个啊，就是我之前跟你们分享那个等很久的隐形眼镜，我今天问卓宝说：“你今天会不会直播？”我说：“我化妆给你看。”我说：“我们等下去跟他打招呼。”谢谢行李箱跟枫叶，谢谢妖魔里的枫叶的行李箱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这隐形眼镜，我们去找珠宝一下。晚安，一进直播就。但是如果我有不好看的时候，好看吗？可是我想要有那个刘海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有那个刘海。我好像现在。你说啊，对了，德全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德全，你还好吗？你身体有好一点吗？今天只能来跟啊，你要睡了呀？哈？什么东西？你腿断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个肥事呀？啊？为什么？那你还好吗？你有在家休养还是怎么样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要修理很久哎，修理要休息很久。不是申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还好吗？你们怎么了？就在家上班哦。那还好，就是在家上班。化妆，我化好了。我今天是美女。晚上好，代八零 MJ， 晚上好。上班中辛苦啦，晚安黑流星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微如晚安，坤坤晚安，季风亮晚安。不信，不是大根的那只骨折，大根的那只骨折，你说不是大的骨头？什么啊？晚安，金耀晚安。我怎么会骨折？为什么会骨折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为什么骨头？脚的骨头，所以是小根的骨头的意思哦。姥姥，我们来加个睫毛。小只小腿有点。哦，我是小的那一只骨裂。我之前的朋友的妈咪也是，她从椅子上面摔下来，结果是手的骨裂。哎，谢谢志宏的，我是星星。就被机车压到腿了，你这是摔车还是什么意思？是摔车吗？还是出车祸？
那这样是不是要休息三个多月啊？那个很难好哎、欸。停车没停好，你怎么停车没停好？怎么会？两三个礼拜就，哦，天哪！你要好好休息耶，之前晚上还要好好休息哦。DRG 没事吧？什么意思？至少我是希望能改善你的一月公演跟三组，没关系，不勉强好吗？好好休息比较重要。一月的公演是一月八号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停车没停好呀？这能多不小心？请问没停车没停好是要多不小心？我只能说有点好笑的原因，是也太不小心了吧？谢谢柠檬的爱，就车柱没踢好。哦，就是下车的时候要先踢，结果没有踢好，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我之前骑黄牌也是车要倒车之后，我狂拉把车拉正，腿就被压倒了。你们不可以被我遗传很笨的这件事情啊！你们不行啊，你们要小心哎、欸！果果越来越棒，谢谢果果。这啥？哦，这是我弄一下我的头发，我想要有旁分。200多公斤的车重，哇！这天哪，是重机吗？还是是什么？哈，摩托车这么重哦！难怪我说我想要骑大车，我国爸都不让我骑，真的很危险，拜托你们小心一点好不好？啊，骨折。Hello， 可乐王，惨遭，哦，好可怕哦，没办法想象你是哪台，重机特别重，本田是什么？轰达吗？我实在很怕，我才要害怕你吧，咩噗！所以果果，你还是不要骑车好了。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好不好？一群危险的人类，哎，你们是笨蛋是不是啊？请在家好好休息，请给我在家好好休息。
我的天哪，怎么会今天装好头？是因为我今天戴了新的隐形眼镜。想说话就因为这个隐形眼镜不能，这个隐形眼镜不能那个呀，不能不化妆。我错过什么了吗？德全骨折，德全摔到脚骨折，这个真的重。这是什么车啊？错过了，果果想要看机车驾照。换你们，你们害我都不敢考了啦。你就不要。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啊？请勿出门。请好好在家休息。是压到不是摔摔还得了，骑狗狗楼就好，狗狗楼。明确的收下了 ，Hello， 明确的收下了吗？好了，我要去跟我朋友讲电话了，不准，不准。朋友电话晚一点再讲。我要化浓妆，国妈叫果果去骑脚踏车就好。今天的眉毛不错，真的吗？我今天就是画很，就是想说画重一点，因为这个蓝色的眼镜，隐形眼镜如果不画这种重一点的妆会长得很奇怪，但我现在是觉得我真的超级奇怪的了。幻影战士眼影是蓝色。Vivian， 麻烦不要理那个怪怪的人好吗？谢谢。这边有个怪怪的人，你是不是又瘦了？我没有啊，我跟上个月一样，就是45、46。我忘记我上个月是45还是46了，但我这个月量是46。奇怪，我明明原本50的。你的腰啊，对，我的腰真的瘦好多耶。我的小肚腩都不见了。我在化妆 ，Hello， 我在化，我很快，我画个眉毛就好了。睫毛讲错。好了，大家请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，请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要照顾好身体，要健健康康的好吗？啊，
翔晚安，谢谢带八的能量饮。但是体重没掉，我的体重掉了，这上个月就掉了。看到骨骼还是很美很可爱，咦，谢谢你这次坐一样的位置吼。好的，请问志宏今天几点要睡觉？哎 ，John 你在吗？我问你哦，我问你，变成蓝泡泡的国，蓝泡泡，我要举，我有看到，看到你拿我的推进，我就好开心哦。还有你们看到你们举我的扇扇，我就好开心。哎，怎么变得咖啡色了？那边乱刷我的，哎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好可怕的东西？我今天会不会长得很不习惯，吓死你们之类的？吓死你们呢 ！I have died every way just for you。我跟你们说说，就是，请你各位啊，啊，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请你各位保护自己，扇扇推进到被提到的，对呀、啊，我有看到你的牌牌啊，红色的果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红色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的手手？我想问剑送谁谁不知道不认识。断嘞，这是脚脚吧？哦，这是很高穿白衣。这是谁的脚脚？拿脚断的 X 光？为什么你会拥有？你也脚断？还是是德全的？你们讲话讲清楚呀！不要吓死我哎！是德全的吗？还是是你的？这个不能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吓什么？是德全的，是吗？你怎么会用？我留了两次，我有，谢谢德全果果的牌牌才能在中间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对耶，你在中间对不对？所以德全这次是抢到中间的位置吗？
他喊了好多次狗狗狗，有我有听到。旁边看果果很有趣耶。晚安，草莓酱。嘿，流星流什么？那个女话想搭巴士啊！我这次是在，但是哦，就给小吴啊。谢谢德全。好了，不画了，德全。OK， 很棒。为什么很像戴了这个之后，然后就觉得妆很不浓啊？跳摇摇，我们一起走心吧！我要生气了，我没有跳摇摇。谁跳留言？你跳留言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嘛？明年二月不会见，什么意思？你二月要来吗？哎，我刚刚晚安阿哲，来得到才行啊！你来，你会来呀？你来呀！果果以后是不是会要跳全场？哎，还没画完，我画完了。哎，这样我要问你，我要问你，我刚刚问的吗？我要问你说那个。我要问你。我要问你说，我要问你说，马来西亚的麦当劳有麦叉叉有没有奶昔，有没有 milkshake？ 突然很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对 Malaysia 的 Malaysia 有没有 milkshake？ 哎，我的眼睛好可怕哦，看很不习惯，根本不知道等到何时。而且现在不是又有新的病毒了吗？真是辛苦的，叫你吃马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去找郑婉吗？I have died every day。还是你要请对看上一句？啊？什么？每次情况好一点。哦，又说什么？果果，你是说那 O 型变种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有啊，有 milkshake， 我好想要喝，可是我们都没有。如果我今天突然很想要吃麦当劳麦叉叉的那个巧克力圣代，结果也没有。以前都有啊，现在就没了。我们去找祖宝贝五分钟，我好了，我跟他说我要跟他分享我今天化的妆。我们找他一下，一下下。哦，小宝贝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漂亮？就是。
猪妈在睡觉，你有点大声，宝贝。好，猪妈在睡觉，那我跟你分享一下就好。好啊，你觉得这个好看吗？哎，宝贝，我有一个好类似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好奇怪，因为我很不常戴这个颜色。不会啊，你现在就是欧美小公主啊。啊，开心！哎呦，我的头发。他们说你很漂亮，哪像我脸很黄。我的脸现在也是。没关系，我脸现在是绿色。我们今天角色兑换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平常是你有化妆啊，然后我都是很淡。今天是你很淡。我今天超素颜，但是我有刷一点睫毛跟眉毛，摇起来。哇！我今天好累呀，宝贝。辛苦了。我是小偷，我们今天是小偷，我们小偷讲话。小偷，这什么摇滚乐团装？这才不是摇滚乐团装嘞！宝贝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很像摇滚乐吗？因为我头发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头发直接让你 rock and roll 哎。我说你这个头发让你 rock and roll 哎。噔噔噔噔 rock and roll， 我没办法放下来，因为我的头发现在真的有点糟糕。你用梳子再梳一下，对，然后再往前拨一点。我头发太那个，往前拨一点。我头发太短了啦。重金属摇滚版本的果果。头油啊，我们夹起来好了。好想你，贝。也想你。哎，我们礼拜三会见到吗？还是礼拜二？礼拜三。我忘记了。礼拜三会见到。你要陪我去吃饭菜？礼拜二吧。不是吧？是吧？礼拜二是另外一个，不是那个吧？我是说我们的，不是全部。你先看礼拜二哦。你是说我们的吗？你看礼拜二。我们会见大家的，礼拜二是大家。我们会见到。哦，对，我们会见到。哦，对。你要来哦。我会，我知道，我是想说礼拜三是我们那个在那个的。就不是春谢尔东 ，Hello 玉如，星期天有去公演哦。你星期天有来公演？你在哪里？柏城。超漂亮，注意音量的部分。好 ，Hello 柏城，这两个人直播约会这样对吗？不然主厨会吃你哦。哎，我想带你去吃一个很好吃的酸辣粉。哎，我还没有吃过酸辣粉，但我人生当中我从来没有吃过酸辣粉。我跟你说，我趁猪妈睡着的时候跟你说。其实我前就是好像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哪一天我忘记了，然后我中午吃到酸辣粉了，然后很辣，然后我就胃抽筋，我没有让猪妈知道。哦，吓死我！哦，猪妈，你看祖祖，你睡觉，你妈妈，你。哦，惨了！祖妈，你睡觉？你什么时候醒来的？真的假的呢？啊、真的假的？就是被我吵到，对不起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气音，所以我妈就醒了。因为声音不一样，祖妈本来听那个声音很好睡，就突然那个声音变换，就祖妈就醒了，就这样是吗？真的假的？老天爷要我妈知道这件事情。我真的是，你为什么就是你不能吃你？讲到这个，因为很好吃啊。讲到这个，我肚子饿了。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很好吃，它没有很辣，但是就是因为它还蛮大，没有到很大碗，就是中等碗。然后就你知道吗？就很好吃，然后祖妈又听到了。我跟你讲是哪一间的，快点推荐我。好，我等一下跟你讲。我跟你说，带你去吃啊哈，带你去吃。我跟你说，哎宝，好，你先说。就是哎宝，怎么了？我想说礼拜三你可不可以来学校接我？我
我们一起去吃饭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礼拜三哦，我想一下哦，礼拜三，礼拜三我看看，我们离很近啊。礼拜三我看看时间，因为我在拆箱，礼拜三要拆箱哦，对对。然后今天要熬夜通宵整理衣服，因为我衣服连动都还没有动。你说什么？就是衣服啊，给我通宵是吗？嗯，因为明天就要搬衣服的部分了啊，结果我你知道吗？就是完全没有动，然后我只动了就是十分之一的衣服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来不及。你是要搬到那边去的吗？还是对，是要在那边拆，就是你要自己礼拜三拆，礼拜二搬过去。哎，你知道有一个搬家公司，我前几天看一个 YouTube， 就是那个搬家公司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叫他们来，然后他们就帮你装箱，然后帮你搬过去。我知道啊，你知道超贵吗？而且他会拍照，就是你那边放了怎么样，然后你搬过去就是放怎么样。可是首先，宝贝，你家里要先很整齐。他拍照了以后，他放过去会放一模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床上堆满了衣服，好，像你堆满了衣服，好，像你，就是，好，是不是像你？像你，像你，像你。哦，我床上没有衣服哦，告诉你哦，我床上也没有衣服啊，我是地上有，我床上不会放衣服。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在我自己睡觉的那个床上有衣服，我是在客房的床上有衣服。你的客人好可怜哦。然后每次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拿一件衣服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每次亲戚上台北的时候，要睡我们的那个客房的时候，祖妈都会说：“院主，我给你两天的时间，请你把你床上那些衣服全部收干净。”来自祖妈的那个。威胁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知道，当你衣服收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是真的没有空去整理，你又不能放在客厅，客厅会被竹妈杀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就会把一整叠竹妈就是会先丢在沙发上，然后呢，但是因为我们要做，所以竹妈就会限定我在几分钟之内要把这些衣服通通收好。然后因为我真的好累好累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累哦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把它收进，你知道，收进我的房间里。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自己的床上要睡觉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床上要睡觉呢，所以呢，你就要必须要把那些衣服找一个地方放，对，就是放客房啊。那假如说你就是你要客人来的话，然后你客房你要收到哪里去？就收进衣橱里啊。啊，就晒好下来啦，洗好的。哦。就我们就是先放到旁边的地板上。对，你是地板上。你要不要找个东西专门放那些衣服啊？你知道我有个大纸箱吗？就是那种最大号的纸箱。我的你说像满的纸箱吗？叫什么？回收的那种。对，就是一个纸箱。打一个总结，就是箱。啊？你要不要塑胶箱？你们收纳塑胶箱，咖啡色的哦，很好看哦，很漂亮。你就是那种打开抽屉的那种吗？对，我已经有了啊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这几个？好，可以。你要的话，我留几个给你。好啊，谢谢。一两个。啊、我怎么找你拿？你来上课的时候。好，可以。嗯，你好。两边到底是在比什么呢？比谁的房间比较乱，直接销货。只是你不如穿完的衣服都直接丢掉就好了。不行啊，哎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说的，很好笑哎、欸。直接不好吗，宝贝？你帮他，你回答这一题，直接进衣橱不好吗？洗好的衣服，洗好的衣服是放在里面的，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就哎、欸、找一下，然后那个，他就会长在地上了。Oh my god， 这真的不行。然后回家晚上的时候就这样一头爆起来，然后黑嘉伦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给他塑胶箱了，塑胶箱蛮好用的。Hello， 小啾，不是，可是因为我就是没有挂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，我的衣橱都是那种要用纸好放进去，然后因为我没有挂的，
然后我们衣服是很多，所以要翻找很困难，你懂我的苦衷吗？你要铁架吗？我有铁架，哎、欸，要不要铁架？你说可以撑的那种吗？嗯，是它是直接是一个衣柜铁架，你有地方放吗？你要不要？我给你看我的衣柜。你确定你要给人家看？我的衣柜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我的衣柜里面没有衣服。你去买一个杆子啊！你去买一个杆子。哦，是哈，可是它哦，好像也是哈。你要不要杆子？我有杆子。对，而且你看里面就是我看不到。我想要杆子，杆子可以。如果你怕它掉的话，你知道有一个专门架杆子的塑胶贴片。哦，就黏黏吗？没有，我想说那个还有它，而且我想说铁架，你不是有个铁架？嗯，没有了吗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了？我房间那个、啊、三角形？不是，我房间还有一个铁架，一个大啊？那他家里够？你家里够放吗？果果的衣柜是地板，好，那我还是先。还是可以有的，好啊。那我等一下再跟你先，你有时间就过来看一下，因为你在你可以，你有办法自己来搬吗？没办法。可以啊，我搬回来就好了。啊，计程车放得下？啊，计程车放不下哦。那你要我怎么带回来？铁架。对不起，我在打嗝。刚刚确定是衣橱，是呀。怎么办？我在打嗝。你怎么打嗝啊？老娘就是懒病发作，所以全部塞床底下。哎，货车要请，要请货车送，好像也是可以的、啊。可是会不会太麻烦你们呢、啊？我开公司货车帮你，你有面包？谁？小吴说：“我用货车，公司货车帮你。”竹妈很认真，她说：“但她不会出事吗？”我直接跟竹妈说：“会，他们会，会被囚禁三个月。”铁架是不能拆的吗？对啊，可是它的那个直的是长的、啊。哦，对，因为它直的是长的，所以它很大一坑。那铁架要搬，要先拆掉再组起来吧、啊？那它可以变短的吗？那个铁架不行，可以不行、那个？我忘记了，你那个不想。我们当初怎么办？下午准备三个，寄过来啊！咋不用寄来？帮忙搬一次家，三个月值了。可是等一下，宝贝，如果铁架不能收起来的话啊，我要怎么粘在我的衣橱上面？如果长度不一样、哦、怎么办？我说的铁架是它就是一个像衣柜一样的东西啊。哦，我知道是不是这个啊？是不是就是两个杠杠，然后有两排这样？你有两排，只有一排，就是这个啊。哦哦哦哦，帮忙搬一次家，三个月值了。那种铁架要先弄起来再……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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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不是铁架吗？就是跟你衣柜一样高的那种，太高了吧？哦，那可以架很多吗？所以我才问你说你有没有办法放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铁架就是那个你上次拍给我看的那种，对不对？你我上次拍给你哪一种？我怎样？你放你衣服的啊？你放你那个有个衣帽间的那种？对，但它更大。那我先给你看一下，就是啊，我牺牲我自己，我从来没有给大家看过我这边长怎么样。我有一个超大空间，等你三秒钟。这边就是宝贝、啊，请你早一天到我们家，把我的塑胶箱 and 架子带回去，请你整理一下你的衣服，好不好？我第一次看到衣服比我还乱的人，天，他在直播间公开了他不对，不是因为，而且我先给你们，我告诉你哦，不是在床上，不是在衣柜里，也不是在椅子上。还在地板上，不是因为
我真的装不下啊，宝贝，请你来拿塑胶箱，可以吗？我会，请你把我这六个塑胶箱搬回去用，我们有六个，超过六个啊，很棒很棒。给婆婆也请他贝贝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不过吉米粥，我跟你说，我的那个箱子就是在那个地方买的。哪一个地方？可哦，齐青也觉得很值得。大家是不是觉得三个月一下子就过去了？眼睛眨一下，三个月就过去了。没事，大家来，快点，眨一下哦，三个月过去了。哎、过了，过了，可以煮一个。我要笑死哎、欸！因为三色豆离婚什么意思？哦，因为我说我觉得三色豆很好吃，因为竹妈煮的，不是不是，竹妈煮的三色豆非常好吃，哦、但外面煮的豆我不吃，这样。竹妈煮自己煮的三色豆，我自己煮一下。三色豆，宝贝，你要解释是不是？我竹妈煮的三色豆很好吃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。竹妈挺想煮给我吃，这样子。是自己买的，就是买的一包三色豆，然后回去煮，还是自己弄三色豆？是自己弄的三色豆，还是买那种？你不要嘲笑我了。我没有嘲笑你啊，我只是赞赏你。哦哟，真的，我们被出事不是？哎，他们说如果帮我们来搬家，我们要被出事三个月呢。哎呀，我们也会被出去，没个扎一下就过去了。你扎一下就过去了，还好啦。我不行。哎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你要知道，我已经过二十岁了，青春年华一下就过去了，三个月很久多。你知道吗？你有懂吗？你有懂吗？过了二十岁以后，时间过有点快，三个月扎一下过不去，就没了，过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要按照行情收费的。36，刚刚要卡掉吧？哎，果果收钱，说果果的部分就没有离婚这个问题了。因为果果是师徒的部分嘛。那我可能还是联络一下阿丽了。果果跟我其实就是前后辈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是我前辈吗？你是我前辈的白痴哦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听过什么是塑料姐妹情吗？我们吗？就是简称竹竹跟果果。对，塑料姐妹，你知道什么？对，以前有那个 Gapsy Girl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现在有竹果，
很搞笑哎、欸！而且对啊，你每次都说钱钱前辈，钱钱前哎，钱钱钱钱前辈，钱钱前辈，按着过。我也想要被你叫前辈耶。果果前辈，那个就是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说晨晨前辈吗？因为我跟晨晨前辈说晨晨前辈的时候，他会是你这个反应，然后很可爱。那你还是不要叫我前辈好了，好害怕哦。跟你的话就不小心有点太熟，这样不小心太熟，熟透了。人家青涩的柠檬，我们是就是烂掉的柠檬，熟到烂都焦掉了，焦掉了。前胸贴后背啊，为什么前胸要贴后背？你二了哦，是我们的关系吗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晚上吃泰式料理，我吃了月亮虾饼、椒麻鸡、凤梨炒饭跟一个炒蔬菜。凤梨炒饭听起来很不优啊。很好吃呢，我跟你讲，那家真的超我没有办法接受咸咸甜甜的东西。你知道我昨天去吃铁板烧？对不起，我插播一下，晨晨前辈晚上八点后还不能工作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能要问一下晨晨前辈。好，你继续。没有吧？没有吗？你们这礼拜表演不就是？我们是下午，宝贝。下午不是到晚上吗？有没有在关注我？不是啊，我们不是啊，晚上不都是到八点八九点吗？六七八啊，可是我们都是下午场。谢谢耳机讲的告白气球。对啊，下午场就是耳机宝宝，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？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今天上班没有空看直播。耳机宝宝刚刚才来的，他刚上一秒才来的。他是上班吗？凤梨炒饭超赞，好吗？会不会很太过分？江宝现在才来呢，是不是太过分？很好笑，你好痛哦！我觉得那个就是发型老师推荐了我一个东西，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吗？那个东西就是头发乳液，然后我现在头发上面都是那个头发乳液，然后它就会让你的头发就是很顺。你说白色那一罐吗？嗯，宝贝，仔细听好，仔细听好，果果宝贝。谢谢酱酱宝的香槟，谢谢，谢谢酱酱宝宝刚刚的告白气球。哎，刚刚还有谁哪个宝宝送我香槟啊？我有看到酱酱宝宝送我香槟，带我去流浪。谢谢酱酱宝宝的香槟跟告白气球，还有香槟跟告白气球。哈，谢谢 WGI 宝宝的香槟。谢谢酱宝，谢谢原奶宝的香槟，谢谢雪代宝的啾啾你哦，啾啾，谢谢看果果直播没有空看主播的枫叶，谢谢，我有啾啾你哦，你有啾啾我，哎呦，我告诉你没关系，他带我去流浪，要打一架了。等一下，揍一拳，揍两拳，流浪去哪？流浪去心里。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什么枫叶，忘记了，谁给我枫叶？看一下，我也有枫叶。看果果直播，没空看祖祖直播。公车迷的枫叶。我那天跟哎、欸、谢谢，有看到没？就戳戳你哦，戳戳。我告诉你，谢谢这样吧，啾啾我。我有戳戳你有吗？我是戳戳。我啾啾啊！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讲，谢嘎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一个更厉害，快点，宝宝们，我那个、我要一个啾啾我，那个脸上有星星的那个、那个脸就是他，你看这是可爱吧？谢谢雪代巴的闪亮星粉星星，跟你讲，谢宝奶言的金牛座流星雨哦，流星雨哦，告诉你哦，那个可爱的星星你有吗？里面那个可爱的特效，好吧，我有酱酱宝的抱抱，他抱我，什么时候出镜？现在，还有又一个香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动我。爱的烟火，爱的烟火，我跟你讲，爱的烟火。我也有爱的抱抱，快点，谁来给我个爱的抱抱？听到了。我
我准备好了，在哪里？快点！他们说我们没有开 PK 就这么闹。你看我还有雪代爸的金色宝宝啊，谢谢 Jace 香槟，谢谢香槟的金色宝宝，金色的哦。金色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有金色包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，我跟你讲，吼，我跟你讲，唐老鸭在我这边丢梦啊星座，我跟你讲中奖十倍哦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宝宝在我这边都中好多倍，100倍。我跟你讲，虽然他看果果的直播，没有空看主播直播，啊、但他刚给、啊、你看到了，果果是爱的熊抱。谢谢爱的熊抱。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讲，看果果直播没有看看主控，没有空看主直播，这个人你的名字一定要这么长吗？他送了我梦幻星座，他中奖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刚中十倍，我告诉你，十倍太低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他又中一个十倍了，他中了20倍。我的都中100倍，你那边有中奖吗？120倍，你那边有中奖吗？是有还是没有？没有中奖，大家没有看，还没有中奖。那没有办法咯，我这才是比较 O， 大家是不是比较 O？ 谁比较 O？ 几率提升4倍，快去抽奖，各位去抽奖啊！是爱的熊抱哎、欸，爱的熊抱好像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中，我用中奖去压他的熊抱。哎，我这边比较容易中奖，我跟你说。谢博成的三个爱的烟火。爱的烟火，它三个哦，三个是什么？三个就是无限的意思，你懂吗？哦，是哦，我有。我跟你说，大幸运多已经追踪了主播好多个。各位换转盘喽！跟你讲，看谁先抽到最大的礼物。我先跟你说，我这边有卡西莫多追踪我了。你有人追踪你吗？没有。卡西莫多先追踪我了。没有，是我比较晚念的关系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小风仔说这里很欧。我跟你说，这里超欧的。我的小宝宝也有爱的烟火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哎、你先不是，我告诉你哦，告诉你哦，我自己也来抽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今天发生一个突发状况，因凤梨炒饭离婚，宝奶源已追踪主播是什么意思啊？店长已追踪主播是什么意思？之前都没有追踪，这边出状况哦。这边出事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喽，是什么意思？解释哦！我现在等你们解释。我跟你说哦，唐老鸭送我一个行李箱，他中了一个行李箱哦。我跟你讲，行李箱是不是那个？我跟你讲，信箱是那200的哦。我跟你说，他已经中200了。我跟你讲，月月又送我一封信哦。哦哦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边也有一封信，还有眼睛业障哦。你眼睛业障吗？我知道啊，不业障。在果果这边，你看吧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现在旁边有星星吗？送了我一个告白气球。你知道我追风也送了我一封信，我告诉你哦，一封信哦，我现在多少封情书了？哎、我跟你说，保暖员送了我行李箱哦，他来我这边送行李箱。保暖员，你会不会还有事业幸运草哦，幸运事业草哦。幸运事业草就是转盘宝贝，转快转，各位！我跟你讲，我刚自己转了，我只转到一封信哦。哎、欸，插播宝贝，你旁边有星星吗？你旁边有星星吗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有这个，哎、欸，被挡住什么？欲带我的旅行？什么旅行？列车旅行？你有列车旅行吗？这列车旅行，哎、欸，宝贝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星星，大家快点去果果那边抽，抽完回来丢。陈雨晴，到底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旁边有星星哦，是刚刚玉宝宝中奖的，所以到底是谁的台比较 O 呢？是旁边究竟是旁边有星星的我呢，还是主宝宝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有一个月月的爱的小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的礼物都是爱的什么东西，爱的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告白气球，爱的抱抱，我一爱的烟火。带我又去流浪，然后又啾啾我，你看是不是都是很爱我的表现？他们也爱我，应该吧？没有，你那边是眼睛业障重。哦，夜视角，来来来，一刀一国足相争钱包货成最大输家，我中10倍，你看博成中了10倍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边有浪漫星空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梦幻12宫，我已经可以换贴纸了。我告诉你。啊、哦！为什么你可以换贴纸？
因为我已经15 K 了，我已经可以换贴纸了，应该是吧？哎、欸，我也可以收转盘哦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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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哎，它是要100 K 还是15 10 K 就可以换那个贴纸？我看一下。欸、我自己也可以抽转盘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也可以抽转盘，我刚抽了。我有的抽吗？十连抽，百千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。哦哦，我还不能换，原来它是要10万呐、啊！我以为10000就可以了。啊，不是，这不能转转盘呐、啊。不过没关系。你为什么不能转转盘？我有点浪花不够。没关系，我明年1月要来出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？可以，你揪我。好，那我们1月的时候一起来出。谢谢小吴宝宝 WZR 宝宝爱的烟花玉的行李箱，还有小宝宝的看好你哦，跟阿强的文手礼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真的谢谢浩浩打 call， 你看他只帮我打 call， 谢谢涛哥的一封信。可恶，我这边也有眼睛业障中了，兔兔啊，宝宝，你看吧。是不是夜障啊？对，找了两封信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这边是情书大王。我跟你讲，女生才可以收到那么多情书，你知道吗？好好，我谢谢你的超级大王。你知道吗？我还有文手礼，你知道谁才可以被文手吗？那个公主，对。谢谢 W， 我跟你讲 ，W 现在送我告白气球。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好好还送我一个蛋糕哦。我跟你讲，蛋糕，对他送我。蛋糕，漂亮的蛋糕。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唐老鸭，谢谢唐老鸭的文手礼。我跟你说，谁才是真正的公主？小公主是谁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名字谁先发明的？是我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小公主哦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是死女王哦。可恶，什么？你是国女王吗？可恶，我可是 Elsa 公 Elsa 哦。母后娘娘，哎，可以、啊，母后娘娘，兔兔不要再眼睛眼障重了，眼睛一点眼障业障都不重哦。谢月月真情告白 ，I love you too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宝宝们比较爱我的意思。每个时间差不多了哦，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不小心就这样子玩一玩，变第一名了耶！到底要玩多久？两个幼稚鬼，真的假的？哇哇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玩到我第二名、第三名了、啊，对不起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玩一玩，我们的钱就这样，哦哦，嗯，哎、欸，哦哦，荷包君就哦哦了。荷包君，哦哦了哈！这到底要玩多久？两个幼稚鬼，你才是幼稚鬼。宝贝，你说黑流星好幼稚，黑流星好幼稚，快来我这边，我这边不会觉得你幼稚。什么意思？快来跟我聊天，快，你快点来我这边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小心一点哦，猪宝宝。不说宝宝会跟我说你们那个哦，你们跟猪宝宝打小报告我都知道哦。你们确定你们在猪宝宝那边吗？他们跟我打什么小报告？我怎么自己不知道？他们跟你打小报告我啊？哎，不是，他们跟你打小报告我，你会来跟我说啊？你说什么？说你什么？小报告是什么？你说哦，比如说果果拖台前，然后比如说什么？果果都不洗头，然后果果都素颜直播，像这种吗？不是，那个拖那个不洗头这个事情是你的，是你吧？你误会，你姐你误会咯。没有啊，刚刚谁头油到凝固的人是谁？他们看不出来了。可是我现在有小时吧，怎么办？对，我等等看，如果还在的话，我就可能还要再让大家抽一下，但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等看弄。一切都是祖祖的不好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偷偷跟果果说你们跟我打小报告，真的没有。我只有跟他讲说宝贝，你可能要洗个头，宝贝，你可能要整理一下衣服，宝贝，你可能要……好，我会说有人跟我说，但是我不会说是谁。妈，又自己讲幼稚，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黑流星刚刚是说祖祖说黑流星很幼稚。没有啊，
一切都是女儿的锅是什么意思？女儿吗？女儿的锅。假意，祖祖直接开到十一点的啦。要多久？到底要多久？开到十一点？不准哦，请大家领完红包，就是祖宝宝先去整理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这大家要留起全格啊。好。嗯，互相砸派好了，无限奶油提供。哎，欸，可以砸派，我可以砸你派吗？我不能砸你派啊。好好哈，拍什么？想砸你派？砸我派啊？我没有办法砸你派，我也没办法，你也没办法砸我派。我们要其中一个人下播才能骂去对方的。那祖祖有跟你说昨天公园他被撩的事吗？什么事？什么？为什么你被撩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我被撩？哎，哦。什么误会？是说大家在结束的时候说我很正这件事情吗？哎，欸，宝贝，我给你看，我上次宝贝，我要告状，怎么了？他话告我便便。好，哦，没关系，那你过来，我不会嫌弃你的便便。是这样子，这相当好，举一反三，举一反三。先好好做告白，心结结起来，完蛋了。三分钟金鱼脑，吼，你惹小无声，你惹 WCI 不开心哦。祖祖结束的时候，拜拜的时候，直接在我面前晃过去。波成表示，波成对不起，直接哎，没有，直接眼睛业障照。有啦有啦 ，WCI 说祖祖拜托，可以不要那么正吗？哎呦，直接被撩一个哦。没，我跟你说，我也很常被撩。我每次在合照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果果好正，果果好正，谢谢大家，我都收到了，我也被撩了，谢谢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握手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宝宝们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祖祖唱歌很好听，祖祖很美，祖祖很正。我握手会的时候说什么吗？他们在我直播间的时候说什么？天啊，我不想再听到祖祖唱歌了。你们这些人会不会有？一点就是就是转换也太快。他说不要不要，我那个耳机要调最小声。Tiga， Tiga 来找你呢。Tiga， Tiga， 我下次带他去你家玩好了。好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因为现在那个墓穴还有点多，所以那个，我怕他不舒服。你也会不舒服，宝贝。我那天跟大家分享说我拍的照片，然后我的标题打说模特的路线适合我吗？然后我就狂笑，我心想说如果这个被你看到，会想揍我吧？不会啊，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蛮好的啊，很可爱。我那天看到我被要被我自己笑死了。不会啊，哎，你赶快发，你发了没？没有，这是之前的文章。哦，这是之前的文章。对，我收起来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把它收起来。现在变说谎大会了吗？没有，没有说谎，我们都是说真的的。他说好，你输了，你没有 Tiga 哇。哎，那宝贝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有 Tiga， 你有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的 Tiga 就是你的 Tiga。Tiga， 你要不要来找我玩 Tiga？ 好，你来找我玩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去找祖祖玩？你去找那个姐姐玩，这个。对对对，哎，表示不想要，现在多害怕，要多抗拒。耶，yeah ，好了，这一回合我完胜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不要吵架了，我跟你分享我今天的瑜伽课。我跟你说，我以为瑜伽课呢就是轻轻松松，就是拉拉筋什么，没想到我累到快死掉了。恭喜你，终于知道瑜伽课其实很累了，真的很累耶。Hello， 沙鲁 ，Hello， 猫咪， oh， 你看，老北北都受不了了。你好，你的腿，你的腰好细哦，好像一折就要断掉，我觉得好恐怖。你自己也长这样好不好？没有，哪有？我觉得你更看起来更像快要被折断的感觉，感觉我好像啪就断掉。并没有，哦，好了，其他都太丑了，跟你分享一下这不知道在干嘛的照片。你可以再往前跨一步，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，因为你这样的话你膝盖会受伤。膝盖没有超过脚尖啊，有一点。
就是有点超过脚了，你脚应该要90度。哦。然后还有我有胎哥，我没有踢哥，但我有胎哥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蛮好的。哎，天哪，我会觉得你腰会。我觉得这个很丑哎、欸。我有觉得还不错。Yoga， 没有看到我看起来快要就是撑不住了吗？有，我觉得你有已经快要崩溃的那个头发了。对对对，快点！他们那时候帮我拍，快，很累、欸。以后你可以来我们来我家一起上瑜伽。好啊。我很厉害。Okay.卓更厉害，卓卓那是圆了一圈。卓卓讲话好坏哦，我讲什么？我只是说他腰看起来快要折断掉而已啊，这个、没有，很好，我说他的动作很一百分，谁很坏？哪里坏？我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，欸、我是一个被踢个打败的人呢、欸。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双筷子，我们是两双筷子。一双筷子，我跟你就是一双筷子，两双，一双，你两只啊，你是一只啊，我们加在一起就是一双啊。啊，你两条腿，我两条腿，不是四只啊，不是两双吗？我说一个人，我是说两条腿，一个人就是一只啊。啊，一个人是不是两条腿？但是你是一个啊，你是一个整体啊。哎、欸，是有一个什么？他们说用汤匙不好吗？汤匙不行，汤匙行，哎，汤匙好像头有点微大，就是不太好。什么意思？很好笑，好笑。我们今天一定要吵，我们今天主题是那个国足擂台，国足双吵，国足擂台，好笑。你也喝饮料，我今天也喝饮料。你知道我今天又喝什么吗？我今天又喝一个草莓红茶。然后因为我上次喝那个水蜜桃红茶，然后因为喝了那个，然后胃食道逆流，然后大家就说你就不要喝化学的饮料。然后我今天喝草莓红茶。你的胃真的有比我可怕。为什么主厨是卫生筷子啊？卫生筷是什么？白色的吗？不是，用完就丢掉。谢谢，要多花心，要多花心，白的夸张啦，白的夸张，白的夸张。可是我记得那个竹筷是黄色的、欸，黄色的啊，真的。可是我怎么记得我这筷是用跑把火啦、啊？啊，免洗筷。筷子，我告诉你啊，筷子是漂白水漂过。哎，我妈说不可以这样，对不起，不可以这样子笑果果，对不起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好说话，果果觉得用完就丢笔记。果果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就是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我们不是塑料姐妹，对对对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免洗筷。情谊，免洗筷情谊。OK， 可以，100分。没错，100分。塑胶算什么？塑胶还可以用很久。我们是免洗筷啊，没错，免洗筷不用洗的那种。对，没有洗的那种。你知道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说，那这个免洗筷真的不用洗吗？因为我用了很久，它都开始发霉了、欸。哎，是真的不用洗吗？怎么投给你一个雷射眼呢？不是，真的，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文章。他是看到他啦，不是他啊！不要吓到，竹妈以为是你，不是想说你用，并不是我好吗？是你们没有人在网络上面看过这篇文章吗？等一下，宝贝们，他说竹竹有点笨，然后我就说不用洗啊，竹竹笨，不用洗啊。那个大家，这是果果分享的故事啊！果果分享的故事呢是网络上看到的，不是我，啊、真的不。哎，为什么是我？这一站幸运转牌单抽中获得阳光沙滩价值5200浪花。哇哦！哇哦！怎么那么好？怎么是不是厉害？有点厉害哦！恭喜你，好棒棒。我真的是很蛮好奇的，问小竹炭台 and 果果台的宝宝，
请问有人转过黄金转盘吗？黄金转盘，我记得我的宝宝们有转过黄金转盘的、欸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谢谢介绍。那黄金浪花，黄金浪花是什么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有人沙滩，阳光浪花，真的有人抽到带我去什么什么？这是什么？2021盛典，个十百千万十万十八万的这个礼物吗？谢谢 Jace， 哪一个啊？哪一个？就是有两个，我差点说外星人，两个太空人抱牵手收的那个，转到飞碟啊？你忘记了啊？啊对对对啊！对了对了对了，有人在我这边转过飞碟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看过哎、欸，真的、哦、有啊！我都抽到四叶草，哎，四叶草有在抽的吗？啊，我要怎么看呢？这边可以看得到。Oh my god！ 恭喜 HoHo 在黄金转盘单抽直接获得一个流星雨。会不会有点太欧？流星雨会不会有点太欧了？刚直接抽到两次明谢惠顾、欸，哎，我好想要抽哦！我可以现在这个叫储值吗？不行，你要下播才能出。我现在也不能出，我现在也不能转，因为我这些是要留到那个圣诞节跟跨年那个的。呜呼！谢谢和和的流星雨，谁谁。那个流星雨怎么唱？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。你在说这首歌吗？不是，是我可以陪你去看行星，不是流星雨。郭星宇，那个什么什么去看流星雨，什么洒落在一些参与啊、哦，会换到你洒落在啊，对啦，宝奶员有抽过一次，你知道吗？他单抽一次直接中哦。哦、oh, ，对了，陪你去看流星雨、oh. 落在这个地球上。啥、啊？哎，宝贝，我好想去看你的那个26号哦。来啊，可以吗？好像可以登记耶。妈，你有想去吗？你没有，我让果果去哦。噔噔噔噔，那个礼拜天，你有放假吗？26，就是礼拜天，对，对，看我长脚，我是 unicorn。我妈要去，我妈要去喽，你就要等一月了，宝贝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慢慢等。礼拜天，你有可能放假，你就可以来，因为我可以登记一个人。哦，好，你带祖妈去看。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这个时候吗？礼拜一，哦，你，那你不然你礼拜天，我礼拜一，然后我让果果去，好啊，好吧，我帮你问问看你要不要，你可不可以来，好吧？好啊，嗯，礼拜天呢？看一下，对，好，这礼拜天你要来吗？26号，26号，原子族歌神唱歌那也是100分好听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个地球上，100分。我不会唱这首歌，我没有听过。陪你去看流星。那我就国去，再三个月。哇，大家真的是3369，3369，3369，3369，3369，1245678，谢谢塔瓦哥的流星雨洒落在。有上，这是什么？我没有听。1245710，就是它这个游戏就是369369，然后你就喊一，你一一，你不能拍手，一一，你要喊一，二，你拍手，不是，你喊一一，然后我喊二，然后你第三就要拍手。啊、那我们来玩，不能玩，宝贝，一二，你拍手，四五 ，OK， 好，来试试看。369369，一，二，一，是我的话，一，谢谢，直接拜拜，单抽赚翻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单抽哦，你是雷爱先，没有这个，这样为什么后悔要后悔？恭喜桃花哥哦，桃花哥是中奖哎、欸，100分，哎、欸，宝贝，你那边有没有人中奖？我这边没有宝宝在中奖的。我告诉你，
是不是紫竹台比较欧？紫竹台就算没有那个星星，是不是也是中奖？是不是？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抽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们等下就会抽了，他们等下就会中奖了。澳洲好，好了呀，还有大毛，今天真的是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嘿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。等等等，两千变两万，哦，真的，28分了。好，如果等一下有，哎，果果应该也会上榜吧？果果，你现在的 number how much？ 我 number how five 是吗 ？Number five。各位啊，帮果果撑一下，谢谢阿贝的打 call。嘿嘿 ，OK OK， 打勾。那我是不是30分要拜拜啊？还是可以两台一起抢之类的？可以两台一起抢吗？我怕大家会宕机啊。我们可以30分，如果两个都上了，我们就拜拜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我要陪我宝宝的。对对对，恭喜因为凤梨炒饭离婚哦，恭喜原来宝在我这边抽到的，价值3344的白马王子，白马王子，白马王子哦，哎嘿，国妈。爱猪 ，Hello， 国妈，爱猪，谢谢，凤梨炒饭，不是，谢谢白马王子，你看我，谢谢你的凤梨炒饭，是不是？谢谢大毛的星座浪宝，好会抽，欧美辣妹，爱猪，欧美小公主，爱猪猪，国妈。猪猪要给我他的那个衣柜，猪猪给他的衣服、哦、衣柜，猪猪给很多他的衣服吗？我的衣服可能要稍微收拾一下，我还没收拾。啊，真的吗？怎么遇到国妈声音都不一样的双面猪？我今天哎，我今天要通宵整理。你今天通宵整理，你需要帮手吗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因为帮手就是果果啊。因为家里微乱。捣乱果果，不要吵到猪宝贝。捣乱果果帮你整理。我可以去帮你整理。哎、欸，我们宝贝，我们上了，有了，耶，好棒啊、哦！谢谢大家。我就给他们冲。爱你 ，Love you too， 宝贝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国妈，我们赶快，因为我怕他们抽了会挡机。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好哦，你好吵，你吵死了！你在这边干嘛？你不要在我这边了。你在叫姐姐。你不要叫我奶奶呀！我要出去！抱走果果，你被大家看到。妈妈出去！你被大家看到抱走，你也吗？你也吗？果果比较需要帮手。果妈欺负我，果妈要在我这边弄肮脏的东西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。果妈在弄我生气，果果派。不是国妈很喜欢在我床上给布隆挖耳朵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国妈，这妆化都会叛逆，是吗？有叛逆吗？好凶！哎哎，谢谢宝宝们今天陪我跟猪宝贝吵架。谢谢你们。对嘛，给狗挖耳朵，不要在床上吧，国妈。等等抢阳光哦，快大家快抢起来。嗨 ，Tiger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。果果吵架，我们送你出回。你们是我最强的后盾。果果好派，不要打。我的头发很乱哎、欸，
而且还很油，哈哈。最近好多人想打我，床上放的都比较舒服。果果今天是外国人的眼睛哎，其实我觉得还蛮，因为我很不常戴这种颜色，所以就觉得哦，很这首很难，但是好听。很难，但是好听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。好不习惯，好丑。今天是，那我摆一个很漂亮的，这不是我想欺，今天是我欺负你嘛？看我今天就是这么凶神恶煞的。汪汪！你抢亲抢太阳，是太阳吗？好痒。这次公演差点又没机会，差点有，我给后面的那个 James 亮，漂亮但不洗头的欧美，我知道啊。如果可以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。我还是变，我还。哎，你有拿扇扇吗？今天真的欧美，真的吗？谢谢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超美的牙齿。你说我的牙齿吗？我来呀！我看得到啊，我有看到你坐好边边哦。我没有果果的英语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肥彪，你舌头抬起来的时候有一条线。可是我去拿了你两次彩带，对啊，然后你还不要我的应援物。啊！忘记跟志宏说晚安了，志宏晚安。我坐在侧排的喇叭旁边，是不是还有？是不是还有人偷偷跑走，像是大剑跟德全之类的。希望哪天接到果果彩带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店什么长之类的，我只拿过果果一次彩带，是什么时候啊？
剪指甲也太贵。咦，可爱的贴纸啊！你是乖乖的贴纸吗？第一次看到剪指甲这么乖的吗？你最乖了。哎，你去哪里？店长呢？干嘛前途？我还在，屁还在。有，该说自从犯上果果最好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我只能当，什么意思？不像我家的猫都不让你们。都搞错，他是他没错，他是狗。踢开。可是为什么我每次剪到他，我剪的时候他旁边的都皮都会，就是他旁边的指甲都会掉下，就是猫咪的指甲就是它旁边会一片一片，然后都会掉下来那样子。都做不到果果，现在不是可以自己抢位置吗？舌头往喉咙方向勾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很丑哎、欸！我开始卷舌哦。自己设定位置就注定没位置了。哎，对啊，自己抢位置是抢什么意思呢？不是，就是你们上一次是自己抢嘛？德全这次没来，德全在家休息。皮哥，妈呀！你们站的位置也对，我们站的位置也不固定哈，你们也不能抢。去哪里？啊！他没有耐心了，我剪一下你的后面指甲也不行哦。后面指甲不给我剪吗？哎，你别咬我啊！你为什么要咬我啊？啊！你为什么要咬我？很痛哎！不要咬我！你很乖，不要咬我。不不不！你是变胖的猫咪，你还咬我？你这个变胖的猫咪，你个肚子这么大一个，还敢咬我？我看一下你的指甲。哎，你怎么你这边很长的感觉？没耐心了，现在抢票只有三种选择：左边、右边跟中间。哦，就是你选左边、右边还是中间，他们会帮你挑位置。听手术点到坐哪？我宁愿去左右边碰运气。所以中间就是中间的位置很困难抢吗？自己挑一定会狙狙，所以一定是自动选位置。哦，为什么说一定会狙狙？要靠运气吧。呀，我看看，
和意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姐姐啊，现在去那个，我的姐姐，她最近参加了弦乐团，不是弦乐团，吉他社社团。电脑弦位就会跟自己手动弦位互冲，人再怎么快，因为电脑快。哦，所以选电脑是明确的选择。我没看过公演，啊，真的？那你下次可以来，欢迎大家一月的时候来看。无敌猪肉们福宝加蛋，谢谢追踪。佳丽姐姐竟然玩社团，趁姐姐不在。杜雅姐姐最近去社团了，嘿嘿，补牙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蛀牙，各位。你们看错，那不是嘿嘿。我的牙齿很健康，不需要补牙。国妈，国妈嘞。我要去找国妈吃饭了。大家，我礼拜三。对，那个是补牙，就是之前蛀了，然后补牙。牙齿，果果从小牙齿都很好。谢谢，我知道。就是小时候果姐一直狂蛀牙，然后我都没有蛀牙，因为我是好宝宝，我是牙齿健康的好宝宝，不要饿肚子。我要下播了，我要下播了。为什么每次讲话都耶，期待圣诞节卡片。有没有弄到通货？没有耶。我很少看牙医，因为我很害怕看牙医，所以我都很爱刷我的牙齿，因为我超害怕看牙医的。我看那个电动咦的声音，我都快怕爆了。你看牙医弄到痛的部分的时候会不会？我没有哎，我没有这么过。有啦，有他帮我那个，他帮我磨牙的时候，就是好像那时候要补牙吧，他就用那个那个弄牙齿的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是把你的牙齿磨掉吗？然后又酸酸的，就是他弄到一个地方会，他就嘿，酸酸的，智齿的部分呢？什么意思？智齿？我的牙齿，给你们观看一下我的牙齿。好看啦，我的牙齿很好看啊，嘿，嘿，为什么原子留在这边？宝贝，为什么你在这边？这是主宝贝吗？主宝贝，谢谢你看到我在这边，就是耍白痴，在那边抓我，先去收拾，好，快去。拜拜，我也要下播了，我要去找果妈。可以了，你这样就做。做什么？珠宝快去收拾。我来念榜。今天的第十名是阿鹏鹏，谢谢阿鹏鹏。第九名是 John， 谢谢 John。第八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七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第六名是
酱酱手机酱酱，谢谢。第五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五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四名是带巴，谢谢带巴，谢谢巴。第三名这是谁啊？这是原奶宝，谢谢原奶宝宝。第二名是 Jace， 谢谢 Jace。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小屋，谢谢小屋。是公上那个上车公演上车前同款爱心，哈哈，谢谢大家。果有看到吗？等一下我哪里，果果等一下不是要去帮忙吗？不要一直传，不要一直就是想要就是让我做丑巴巴的脸好不好？是不是丑巴巴？刚好你坐最外面哦，你说我坐第一个位置嘛？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玲玲坐，因为其实我每次都坐前面，我每次都坐那个位置，就是过去跟回来的时候都是坐那个位置，因为我很容易晕车，所以我是习惯坐第一个位置。结果那天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个玲玲就想要坐那边，我就说你可以让我坐吗？我说我会晕车，因为常熬夜睡会比较好。真的假的？哪有很红啊？我都是坐门边。对啊对啊，正巴巴啦。我们就想要在你的崩土，你上车前拿到红豆饼很好吃。我还有跟我们的摄影师就是，对，你们都知道嘛，他我就说谢谢。我想说傻眼，然后国巴那时候看那个健送的影片，他说你是被粉丝闯关是不是？我说不是的，他是我们帮我们拍照的那个，你知道我名字关好怎么念吗？厂铃，你好厂铃，听个什么呢？你肚子饿了吗？你肚子饿了？你肚子饿了？过来，不是要去吃饭，好，我快去吃。嘿，游戏晚安，玉晚安，厂铃晚安，小吴晚安，玉晚安，德全晚安，飞镖晚安，吉米周晚安，可乐王晚安，阿翔晚安，小吴晚安 ，Kids 晚安，店长晚安，柠檬晚安。博成晚安，赵晚安，可乐王晚安，代班晚安，哎，志贤晚安，哎，小孙晚安 ，Jace 晚安，还有谁要跟我说？秋日红晚安，金米周晚安，我拍你们甚后也吓到，怎么突然有个陌生人从外给你带东西？对呀，是我们的那个。阿北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多吃点像我公演叮咛过的。好的，被粉丝闯关，国宝反应了。对啊，我说不是啦。谢谢大家 ，Free Plus 晚安。七个说晚安，晚安呀、啊。你干嘛？船长晚安，谢谢彩铃的枫叶。好，我要关播了，快逃啊！快逃，逃去吃饭饭。大家请早点睡觉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然后谢谢你们来陪我直播，礼拜三的直播是早上的直播，对。然后对。要乖乖吃饭，乖乖照顾身体，乖乖健健。